又博哥你發財，新年快樂，新年快樂，今晚我嚟，今晚我嚟咗壓勢啦，今日。各位新年快樂，萬事如意，最緊要身體健康。昨天我在 YouTube 嗰度見到一個片段啦，係講佢用呢個封面嚟做啊，廚房街賣狗肉。我有少少對呢個 YouTuber 嘅話，我覺得少少佢有少少嘅譁眾取眾，去用呢個封面嚟做啊，廚房街賣狗肉。我覺得嚇，而家廚房街仲有賣狗肉，可能以前有咯，但係你咁樣講嘅話，又欠公平。對大家都不公平，對廚房街都不公平，即是現在廚房街已經變化了，我覺得是可能他還是停留那裡，可能被人打劫過，我覺得可能對廚房街的形式，對鬼仔巷的形式，對 Badawi Street 的形式還未那麼熟悉，可能這裡覺得他有很多外勞，沒東西好吃，覺得假如你少給一點時間的話，其實這裡變得越來越漂亮，我覺得你沒有一句話的話就抹殺大家的功勞。我 please 而家所謂嘅譁眾取眾嘅 YouTuber 啊，多多推廣我哋嘅本地文化。Thank you。轉嘅左手邊就係一個飯堂啦，睇到。一大概五點幾都坐滿人啦。可以講呢度係全城最正嘅咕嚕肉，啊！你要揾到第二間配依個好嘅話，你同我講，你俾留言俾我知道。我覺得係廚房街最好食，金波最好食嘅咕嚕就係依間亞細。所以依間亞細嘅話，我至少係一個禮拜會嚟兩份，佢嘅咕嚕肉飯真係骨骼，揾唔到啊，肥都抵啊！其實你而家有時間嘅話，一定要過嚟依個後巷依個亞細飯店嗰度。都仲有一樣菜係胡媽炆雞、咕嚕肉，仲有三黃蒸蛋，一定要試呢樣嘢喺呢度嘅招牌菜。所以每次一定係點樣都好，一定要買一三樣嘢做。係，阿哥恭喜發財啊！新年快樂，新年快樂，萬事如意。拜拜。